当初在一起，一年有五十二个礼拜，你敢逐礼拜休过两工？这就表示讲，你敢若剩260天会当做代志哦。一工够16点钟，唔免做代志，所以咧，你就爱搁卡掉170天，你就敢若剩91天会当做代志啊。一天你就要用30分钟去啉咖啡，所以你就要扣掉23天，你就剩28天会当做代志。通常你一年阁会请2天的病假，所以剩20天。这大年阁有5天的国定假日，所以你剩15天会当做代志哦。国家上公司哦，真大方啦！一年阁你休14天的年假，所以你剩1天会当做代志。你请假个天假，你不请假个暑假。神复制太强了，这个有 NG 吗？你这个有 NG 吗？我不太记得那时候有没有 NG， 但我以前真的很少 NG。但当时拿到这剧本，我跟你讲，你当初刚才想要考，可是你没有办法，无想要演，无，你无演你就无钱，我你还想要考呢？所以当初我跟你讲，我每次拿到像这样的剧本，我都会告诉我自己不要有情绪，因为你有情绪你就背不起来，所以一定我会让自己安静下来，然后从头看一遍。看完以后大概知道要讲的意思，我再把每个重点圈起来，比如说一年365天。52个礼拜，然后扣，现在我们现场原主角重现，哇，没有大字报的哦，起码不大字报的哈，你就回没有？主管，我要请一天的暑假。哎，小姐。一年365天有52个礼拜，一礼拜休困2天，你都敢那剩261天会当做代志呢？啊，一天够16点钟，唔免做代志，所以咧，你都爱搁卡掉170天，你都敢那剩91天会当做代志啊？一天你都搁用30分钟去啉咖啡，所以你都要扣掉23天，你都肯剩68天会当做代志哦。一天你都搁用1点钟去食中昼顿，搁扣掉46天，你都敢那剩22天会当做代志。通常你一年搁会请2天的病假，所以你敢剩20天会当做代志。咱国家搁有5天的国定假日，所以你敢那剩15天会当做代志哦。公司对你袂歹啦，哈！一年搁甲你休14天的年假，所以你敢那剩1天会当做代志。你即马甲你做嘛？讲你要请1天的暑假。好家伙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